玩的这个就是，先来问一下，就是这群男生当中啊，你们觉得谁是最没有耐心的？先来选一个，你觉得谁看起来是很没耐心，然后很爱发脾气？小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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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觉得他一副就是没有耐心的脸。真的。反驳，我是看事情，就但努力要做的事情都很有耐心，那有些小事情就会没耐心。像什么？什么是等红绿灯很没耐心啊？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录影的时候很有耐心，真的。小马今年22岁，目前就读辅仁大学，谢谢。哇，帅！你觉得你有没有耐心？其实还好哎，还好，还蛮容易有起床气的。起床气？对。怎么说？就比如说刚起床的时候接到电话就会，别烦呐，我在睡觉，然后挂掉。真的？因为我有打电话给他过。对啊。然后你就俩公就生气了。那你有没有洁癖？有哎。你怎么知道？有，你怎么知道？应该是处女座的吧？没有，巨蟹座的。巨蟹座，哪一方面的洁癖？比如说晾衣服不能用甩的，一定要这样抖。然后衬衫要夹夹子，才不会皱皱的。哦，对。真的，他还算蛮有耐心的，他知道要把衣服弄好，然后就是对自己的整洁还蛮有。他听说。女朋友的饼干屑掉在地上就会抓狂，有，没耐心有吗？超凶，因为我觉得在房间吃东西就是很不对的事情，还掉饼干屑，对，在房间干嘛？是因为洁癖。在房间干嘛？没干嘛。在房间干嘛？吃饼干不对啊，没有，那不然你说说看，你对女生，你觉得你对女朋友有没有耐心？我讲一个例子，我以前就，有一阵子住在桃园，然后我女朋友住在丽水街，新路丽水街，然后都骑摩托车往返，就是跑。哇！对。哇！
情。刚开始，刚开始。有没有人就是这个志愿举手，对女朋友做过或前女朋友做过最有耐心的一件事？小黑人，你黑吗你？你出来。有了哈，有啊，有黑，不错，好，来，小黑人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黑人，今年15岁。15岁，高，你多高？骗人！小杰，小杰，谎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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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！你们两个都15岁，是不是两个都15岁？小黑人，你说说看，你对女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你才15哎，有吧？有，早熟的15岁。来，你说说看，对女朋友做过最有耐心的事情。就是她就会去补习嘛，然后我就每次她下课的时候都去接她下课啊。哟，每一天吗？对啊，她有补习的时候就会去啊。整个温馨的海浪都来了。好了，那不然这样，你现在对着镜头啊，假装她是你女朋友，然后对她讲一段贴心告白，让我听听看你是不是真的是那种很贴心、很有耐心的男生。喂，妈妈，我爱你。好，那你说一个你自己最有毅力的一件事，就是你是最觉得最很自豪，就是我怎么样努力，然后终于成功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是篮球队的嘛，然后我们每天都会要跑步啊，就是耐力训练啊。等一下，听说你好像是建中生吧？你对高材生有兴趣吗？他可以教我功课啊。在一起。哎呦，有人伤心了。